好的，接下来呢是我颁发的最后一个奖，是 Hito 首播点击人气奖。那要能获得这个奖呢，表示去年这首歌在 Hit FM 的官网得到非常高的首播点击率。那我就要来揭晓 Hito 首播点击人气奖。这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跟他合作的一个歌手。恭喜亲爱的怪物炎亚纶。果然是高人气的代表，恭喜亚纶。恭喜。谢谢 Hito 流行音乐奖一直都给大家很多的鼓励，然后也可以很开心从三立老师的手上拿到这个奖，虽然还没合作过，但是很欣赏你的做事情的方式跟态度，还有做音乐的态度。一路上风风雨雨，谢谢支持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爱你们。